参加的那些人都是我们师门的那些高手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很强，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再疯狂的再加时间，再继续多练，我才有可能超过他们。性兼容性都非常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让生长在这里的孩子们感受到生生不息的这样一种感觉。对啦，我希望在上海创办一个古筝学校，有点这个味儿了。看着我的孩子们敢在古筝上表达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个时刻我特别开心。舞台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用来传递音乐。我就是希望明月遍地开花，自己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开始蜕变，变成一个这个文化的传播者，哪怕我只是很小的一个。国风音乐在上海容纳程度比较高，想要被大众更熟知，需要去不断的创新。这个时代我觉得可以是激情热烈和多元。当你手放到琴弦上开始弹的时候，我只是感受到了纯粹的快乐，纯粹的喜欢，就是随着你自己的心之所向去做一件事情吧。每一个曲子的结束，每一个音符的终止，观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高光的时刻。通过上海这个国际化的都市，让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好，民乐也好，把它带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去。